四个男人为了躲避佛伯勒的追捕，准备把自己关在玻璃盒子里沉睡100年。紧接着他们一同按下气法按钮，盒子里瞬间喷出一团能够让人长生不老的气体。 I'll see you in the next century. Next century. 转眼间100年过去，他们从睡梦中醒来，老二摸着自己的脸蛋，发现药帽和手掌居然没有任何变化，这让他认为实验一定是失败了。于是几人走出山洞，看到外面的环境和百年前一模一样。正当大家对实验提出质疑时，他们突然发现老四此时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。三人赶紧返回山洞卧底怪，老四已经变成了一滩骨头。看到玻璃盒子上的大石头，他们判定是山洞里的落石砸碎了玻璃，导致气体溢出，造成了老四死亡。看到这一幕，三人才明白时间真的过去了100年。他们此时也顾不上那么多，因为他们现在是有钱人，可以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。就当几人准备离开时，结果就在分赃金条上发生了分歧，因为他们都想占据老四的那份黄金。这时老三突然走到老四的坟前，不知道要干啥。老二貌似找到了机会，立马发动汽车朝着老三就怼了过去。老三反应不过来，当场死在了地上。但是老二并没有停车，而是把车开向了山谷。紧急之下，他从车上跳了下来，车辆当场报废。原来是伪造车祸现场，但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们之后将会死于愚蠢之下。炎炎夏日，两人处于无人区地带，一人背着百十吨金条呼哈呼哈地向前走。可没走一会儿，老大就因为体力不支坐倒在地。这时老二拿出水壶去喝水，就当老大准备喝水时，却发现水壶忘在了山洞里，兄弟感情也就在这里当场破裂。 One drink, one bar of gold, that's the price.You're out of your mind. 没有办法，看到老二的态度那么坚定，老大只好拿出一块金条去换取救命水壶。结果老大刚喝一口，老二一把抢了过来。One drink, one bar of gold. That's the going rate today, Mr. Farwell. It may change tomorrow. I haven't checked the market, but for today, it's one for one.说完两人便继续上路。可能是老大年龄大了，没走两步他就气喘吁吁，于是他又一次拿着金条去买老二的水，但每次只能喝一口。500米的路程，他一路上喝了4-5次，伴随水壶里的水逐渐变少，老二当场坐地起价，从一块金条一口水变成了2块金条。那咋办啊，喝呗。此时老大就剩下了4块金条，老二看到后开心的笑了。就在他准备去拿金条时，老大瞅准时机，哗的一下用金条直接给老二干死了。如今四人团队现在只剩下了他一人，他无奈地蹲在原地，露出了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。老大给了路人一根金条，恳求他可以带自己离开无人区。可还没等路人同意，老大直接渴死了过去。路人捡起地上的金条，然后来到了妻子面前。他不明白老大为什么要用一根金条来换取车费。Can you imagine that? He offered this to me as if it was really worth something.妻子表示金条现在都是批量生产的东西，没有任何价值。说完丈夫拿着金条直接扔在了地上。原来在100年后，金条早已变得一文不值，因为贪婪四人全部丧生于此。他们却忘记了时代一直在进步，时而久之金条也会跟着时代的步伐慢慢在贬值。真是一场血淋淋的教训啊。